就这么拿两个破板哭着，真服。我操，这地上怎么突然掉了一个椅子一个帽？哦，他应该是骑自行车在运这些东西掉了。哎，不拿绳绑是不行的，这一步走得掉多少趟？他都能掉，就是这个残都掉。拿个绳绑着就好了。他们俩是一起的吧？这个也看上去盆满灌满，这个也盆满灌满。他们俩这是骑车搬家呀。